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十三章啊，第十二。第十三章，打开打开的第十三章，对。中庸之道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大家要记得，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第一个部分，这是宇宙的规律。西方的哲学。甚至于西方的宗教，他们所谓的宇宙的规律，基本上就是物质秩序，或者说物质存在的。物质存在的秩序，就宗教而言，西方的宗教上的宇宙规律，也就是上帝所规定的。上帝所规定的规律，一切都在人之外，都在人之外。中庸之道。所说的宇宙的规律，包含自然的万物，一切存在的秩序，它不只是物的秩序，它是属于自然的部分，它属于自然的部分。西方是物质秩序，大家记得。可是，在中庸之道所说的自然的部分，
包含了物，与非物，包含了物与非物，物是有，非物是无。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天地之始，有为万物之西方的物质秩序，就只是一个有而已。至于宗教上上帝所规定的规律，也还是一个有，至少。我们所知的实践，如果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于阿拉伯教，一切都从实践开始，那是一个有。那么此外，也就是这个一切存在的秩序，这个存在还包含存有、being、这个存在是具体存在。非物的无就是无形无相的存在，那么什么是无形无相的存在？至少是气呀，至少是元气呀，那么还有，第三句，道不可虚的那个什么，天地之为心，率性之为道，修道。那么也请朋友们注意，这一句也已熟。也礼俗，天地之为心和率性之为道的这个前提，自然宇宙的规律之中。但是这是属于人的，这是属于人的，人的什么？人能修道，说明人的自觉性。背后边
下来一个人。所以道不远的。所以说道不远，所以远离这道。所以远人非常人若离开了或者道不在人就不是那个道有问题华哥前面还讲利而自知有以为也直歌与华哥利而自知有以为也不必是人自来的对这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利而如果 不以人自来的话 就违反了华哥这个是基本上算是但是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并没有很合乎逻辑性，但是却不是中庸所提出的那个逻辑关系，所以不能够常常用很直接的西方逻辑性来做这样子的推理，当然有的时候也还是可以。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个特别引力而自知有理？这是在讲人，你不密集，我们现在就是要讲这个，然后你听听我讲，看看合不合理你的逻辑。还有没有人想讨论的？在前面所说的这一个系列，你作为我们第十三章的前提。没有问题啊，大家。好，我们来看。所以这里下面说了，这里其实应该做，下面我们都是逗点，好吧？你们拿到的书上都是逗点，对不对？其实可以做报告，我们用红笔在旁边做报告。这是一个头，一个前提。所以下面说了。人之为道而远，如果人违背了这个自然宇宙的规律，不一样。人之为道，也就是老子的无有为。而不是无为，他前面所讲的顺着自然之道就是无为。就是合乎老子的无为，可是你如果用着你自我的观念，你的意识形态，你认为的真理，你主观的好恶，或者你自己主观的强烈的意志力。
及控制力，你以这个来干涉，自然律，那么你就远离开了自然律，人之为道，而远人就离开了人所遵循的，在生命中人在生命中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那什么是中庸之道？我们还没讲到它后面二十章以后才会强烈的去展现所谓的中庸之道的核心。不过我们或许朋友们大家都还是从小读过了，有个印象就是诚，就是真实不虚的，就是真实不虚的。那你人之为道，你透过了自我，注意自我在这里的那个自我就是私我，这凡私我就是封闭个体，一个体怎么可能与自然相合？所以人之为道，则远人就离开人的真实性。下面的人加真实，人自然的真实性。可以吗？那么这样子就不可能行，为就是行，行中庸之道。那么他就提出巴克巴克了，动司机，我关一下，我忘记关了。在《诗经·冰封·马科》这一篇，这是《诗经》的冰封，冰封。是西周的起源地之一，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一个人类的理想的生活天地，他们的基础，西周的基础，然后开始吸引了周遭的人的其他的部落、其他的种族、种族。愿意加入他们，亲近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拔科拔科，这个诗经中间的这一个拔科这一篇，他说我们拿着第一个科，请注意旧斧头的柄，也可以就是旧斧头，但是他的强调是
旧骨头的饼，我们拿着旧骨头的饼去砍新的树木来做新骨头的饼，叫啰嗦啊，放大以后，所以读文言文的重要性就在于，你知道用字的经验可以到什么程度。那么思考性就可以精密，它不是在读一般文学。我们今天的国文系的最大问题，就是以为在读一般文学。那尤其是教育部他们的认知，对于中文系的认知是更糟糕。但是中文系自己要负责任。实际上学文字。中文系的第一个前提，学文字是锻炼人的思考，因为人不可能离开语言思考，语言体现成为外在的一个客观凭借，就是化为文字。人是根据这个文字思考，没有严格文字的训练，是不可能有严格细腻精确的思考。我们拿着旧骨头的笔作为一个样子，然后去砍伐新木头来做新斧头的笔，根据旧的样子来制作新的样子，它的准则就一，是相近的，不远就是相近，是相近。注意啊，它是很国际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拿下伏笔讲人治人改了。你用旧斧头的笔来做一个准则，去砍新斧头的笔，然后来做新斧头的。如此之间的差距是不大的，它是同类型的。同类型甚至于同性质，如果不这样，不从这个角度看，请大家注意，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拿着斧头就去砍伐木头，想来做一个新的饼，新的斧头的饼，我们如果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以及我们想要做的是复制一个旧骨头的饼，如果没有这样，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意识这个问题，逆而视之，就像我们斜着眼，这是一个举例，就像我们斜着眼去看我们手上拿的旧骨头的饼，准备去砍树做一个新骨头的饼，
在制程的过程中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你做任何的东西，你对原来就有的哪怕你不要，可是你清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包括你不想要，你可以不想要，以至于你要做一个新的品，你新的品该怎么做，这就是修道之为教。你要透过更深层的思考，修道就是在自觉后更深层的思考。有以为然，那么这个之间的差距，从旧的比，以至于砍新的木头，再从新的木头来制作新的头的柄，这之间的差距其实还是蛮大，了解了吗？所以从一个这样小小的日常经验，注意，这是一个日常经验，就是庸言之行。庸德之行，庸言之己，就是在这小小的日常生活中，有了这个经验，由此体会，注意，由此体会，这都是醒察。这都是在说觉醒中的觉察，那么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开展。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开展，不然自我意识怎么样才是开展？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的生活体验，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有觉察的好的领导者，注意这个君子，我们说过高度自我的觉醒者，在这里既是高度自我的觉醒者，也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在制作国家大政的时候，注意，这是简单讲制作国家大政啊。在制作国家大政，还有一个前提是治人的。还有一个前提，那是智能的。
注意这个字，这个字不是惩罚，是平服人民的，平治者水平曰治。是把焦躁的杂各种杂念，是用来调整人民焦躁的冲动，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看了两小段的新闻，这两小段的新闻是指大陆对这两天 COVID-19 人数快速提升了，于是大陆就采取非常严厉的方式来清点，然后就造成一个地方很多人的几万人的从那个区域逃出去，因为那个区发现到底哪一点他们逃出去，然后就很严厉的管制，特别在东北，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准。我之所以特别提出，也就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然后他们就去到一个就有机场北方，然后就到一个卖那个奶茶的地方进去买奶茶，然后小姐工作人员就说欢迎来，欢迎什么欢迎关顾，立刻就封掉。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已经下令规定，在这么严格封了以后，采取一个新措施，就是顾客来，提议的话，用那个手机去照那个什么，去调，这样就很清楚谁来过，谁来过，将来查起来就到了。这个态度太凶了。如果你是用来教大家绝不可忽略，一定按照这个方式去做，那么还好。如果是采取这个方式，这是将来的大问题，心灵的大问题，因为它带了惩罚性。这基本上，中国共产党早期之所以赢得国民党，国民党采取这个方式，在两党斗争的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所采取的，一定是教这一区教出很多代表，然后去各地区分别教导。这就合乎大政，以人治人的这个前提。现在大家都疲倦了，被管的也疲倦了，管人的也疲倦了，就大家就开始快刀斩乱麻了。拖太久，在这个时候，按照中央
按照我们所读的经典，就是要最高政或者地方最高政，甚至于中央最高政要特别小心的。因为如此凶猛，只能大于一时。如果让大家很自然的意识到 COVID-19 对中国这个特有的状态国家的伤害，你怎么教导老百姓后而配合？刚开始的配合是传统文化对生之珍惜，就像台湾一样，看到现在从大家来看就是一定要解放的啊！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珍惜，可是时间多久了？该怎么让人们进一步有意识接受政府的责任？保持高度的警惕。你想想看，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向全世界公布他们把什么 COVID-19 的原始种，以至于到今天的什么贝塔什么种，都合成了一个崭新的种，有更大的毒性跟更大的传染力。他向世界公布的，逼得以色列的政府跑出来骂，叫他们立刻销毁，这是有危害整个世界的。可是波士顿的研究所的所长，他说：“我们只是科学研究，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因为他是犹太人。”就是从乌克兰出去的乌克兰人，现在做到了。他爸爸是非常有名的医师，在美国，在波士顿还是在哪个大学医学院，所以他现在整个东欧乌克兰以至于哈萨克的这种生物实验室，就是他全面负责建立。他自己在国会公开的接受参议院的质询，然后脱口而出，然后说我们只是为了科学研究，急着其他的官员拼命的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不过他的副国务卿呢，那么思之极恐，他随时来访。如果真的不清理，14亿人口的医疗承担得了，就垮了。因为他可以不断的放毒，这边就坚决清理，但是要把人的疲倦性考虑进去，这就叫做人之人，你要懂得人性的长处与有限性。是要充分了解人性，所以叫做人学。
对我们来说，传统中国的学问叫做人学呀。人学跟物学一样复杂，甚至于可能更复杂。那个心思要更细致。改革，那个改革调整，只要人能自我调整。所以下面我为什么这么讲，不是凭空乱扯。下面中恕之道，他提出中恕，儒家提出人性的四个德性，基本德性，为什么是这四个呢？孝、悌，简单的说，其实就是爱，就是对父母的爱。悌，就是对兄弟。慈爱，悲而对社会人群慈爱，换句话说，人的德性。怎么样教人能爱？那么就是通过自我意识认识自己，通过自我意识，就通过反省认识自己，这叫做中。那么中就是认识自己，然后将之后将自己灵力
灵力尽致的实现，灵力尽致的实现。对古人很简单，你看两个字被买刀说起来多长，就是古文中所说的风者静极。什么是静极？简单说就是将自己淋漓尽致的实现。怎么能如此？就是认识自己。怎么认识自己？就是透过自我意识，透过认知，意识认知，透过反省。如果说这种认知就是反省，一日三省吾吾身，有没有反省？你就可以做到。那么如此数数就是悲己己人，根据我自己，我是个人，我有了这些想法，我有了这些感觉，我有这些需要。哎，我看大家都是人，那么大家有大约与我有相同的需要感觉。由这里，我们看到自己渴望爱，我们看到自己对生命的肯定，我们推己及人，大家如此，于是我们就能意识到。意识到爱，意识到我对生命的爱，我们就自然会感谢我们的父亲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命。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在这里的一席之位，就是因为爱天父把我生下来，所以他自然就会回馈。这就叫做孝，能回馈父母者曰孝。由此而能以任存在，也依附于社会，才能完成此愿力。如此回馈，社会更好，子曰悌，这个就叫做悌。所以，当人能恢复了忠孝悌忠恕之忠恕之心。忠恕含孝悌，孝悌忠恕之心，这就已离中庸之道不远。这就是合乎于自然律中显现在人心人心上的表现，在人心人性上的心理，
到这里不是重点，应该去的。或者不好，它还是一个大前提。所以第一大前提到底，第二个前提，综述必到底。那听起来，这个忠事实上是忠于自己，是清楚的认识自己、觉察自己。对呀、啊。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充分的绽放去发挥。对对对。这跟我们经常在用忠的时候，忠于国家、忠于党。那是延伸之后来，当你到这个地步以后，然后你离不开国家的生存，你要忠于国家，就全力以赴去。回馈给这个国家，但后来强调这个部分，清朝强调，清朝把这些道德性都强调于回归给清政府所治理的社会。可是其实在清朝之前，看到很多我们传统教育中对于一个人忠于自己所要的。或跟传统不一样，就是因为父母亲的话，都是被打压的。你看了多少本古书？作家如此这样的，那是有限的，你要看全。你不说别的，刚刚明朝就一部那个什么《牡丹亭》啊，你去看那个女孩子。有没有听他的苦？他最后做生死之追求，只是单纯自己个人的爱情，因为如此才是一个自我完整的完成。在这种真情的自我完整的完成，所以到最后是一大团圆的。结束，因为它合乎于整体社会的人的情况。婚姻，我们这边也有，是一切社会人群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从你们这个年龄到，其实都是清朝的想法。所以南怀瑾先生才会站出来。想要恢复中华文化，南怀瑾先生知道，不知道的请举手，小朋友也很知道，不知道的话，因为他的去世好多年了，他就提出背书法，你无可解释，你就背了以后无师自通嘛，那就是清朝以后的人，大家不能讲解，不能讲思想，因为清朝禁止讲思想，可是明代的每一部戏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思想的呈现，他用戏剧般的呈现，所以我要问你，你至少明代的戏曲看，而且新中版《牡丹亭》新的新中版《牡丹亭》还是我参与编的，你都没看，所以这个话我们要跳脱出。我们一些习惯性的思考，这是被克制下来的。那到了台湾，他所强调的也还是忠君爱国，是清朝的延续。所以那个蒋介石先生才会强调说，领袖主义国家是不是领袖主义？主义与领袖的讲，主义就是意识，一个所谓的意识，那个时候所认为的真理性啊，概念性的真理性。那这个就是欧洲近代，19世纪中期末期之后所
所建立的国家主义，进而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进而建立起的社会阶级意识。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阶级太低，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以至于工人法则控制干什么，一般老百姓不干。那当时共产国啊，就如同罗马帝国时代，当他们最后那一任皇帝准备出兵去跟那个蛮族，就是日耳曼蛮族嘛，啊，罗曼蒂蛮族从北方下来的蛮族打的时候，他发觉他所有兵都是基督教的，然后再后来发觉他妈也是，妹妹也是，太太也是，于是他宣布，为了领导啊，为了抗争，他就宣布他自己也是，然后把基督教当作是国教。等到了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最盛的时候，工人太苦，农民太苦，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那个。不是 Google 还是不是 Google， 是那个中华电信所演的 MOD 的电影中有一个叫做伙伴，还有很多，但是那个最近刚刚演，我们在谈的就是讲19世纪中期英国农民贵族跟农民，当然不是丰富，但是他的那个大社会背景就是那种看到那个农民面对贵族的那种，那贵族对待农民的那种血杀戒的东西，那个钱都不直接给人家，工钱都不直接给，都是啪丢在地上，人家叫人家去捡。等到农人走的时候，下边。不能对待他们好。到了19世纪，你们再看另外一部电影，这都到了20世纪初年了，瑞典的《彼得小英雄》，20世纪了，我们看那个社会阶级的演变，很苛刻。说这就是今天的欧洲，为什么老百姓会去这么接受这么苦的日子，而任由这些政府官员去打仗？除了社会，没有别的，没的可干，因为他们的阶级性是他们的老百姓基本上是驯服于权威的，这个是，所以民主自由对他们是一种重要的讯息，可是不是事实。我们老说我们没有民主自由，可是我们我行我素，无视于政府的某些利益，对不对？他那个整个的文化的社会的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的部分很细致，不然法科逆而视之尤为然。我们老看错了自己，也老看错别人，老看错西方，也老看错人，看错了。
还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休息一下了。好，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刚刚还有朋友跟我说，他的美术史的课，美术史的老师在讲到汉墓的壁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汉墓的壁画的那些内容，全是为封建专制帝王来做的。这个观念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不是自他们提出的。他们的作本，当然清代是一个封建专制帝王的时代，在这个前提底下，他们也根据了西方当时英国的理论。因为英国人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肯定自我历史、肯定自我文化的一个奇特民族，要解决他们，消灭他们，先消灭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肯定，再进而消灭他们的历史，就能瓦解他们。所以他们先提出中国的一切都是外来，包括文种来自于苏北。所以到现在大陆上这个三星堆出土，大陆有很多的学者就说那就是苏北人的遗存，或者是苏北人的文化来到了中国的。但最近台湾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做吴景安，大家也可以去 YouTube， 他的东西就放在 YouTube 上。那么他有一篇视频很重要，非常完整的说明十九世纪西方用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和话语解释历史，包括他们从埃及了等等古希腊，其实根本都是他们制造的，没有那么完整，因为资料还读的不多。对大陆有一批人专门研究西方制造这个他们自身的历史，以增添他们之荣光，以确定他们是世界最优质的。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大陆的研究都太过了，那么如何说明中国本身的封建黑暗？那么新文化运动完全是在这个观念下开展出对自身文化的解释。因为他有一篇有一段传话，大家都有去查，他叫的是那他原来是陈友发的学生，陈友发是绝对清美，然后绝对中华民国独立的这个坚持者，到现在还是。可是他在研究
好像是我听说他在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慢慢研究整个中国少数民族，他去了新疆40几次，然后访问了所有新疆的少数民族，一篇一篇的 paper， 最后说明新疆没有很多西方所说的种族辨别，通通都是假的。现在还有这么一篇谈到西方如何为自己所增添的历史性，然后再如何透过他的这样的文化政策，然后他的话语解释全面否定的。请大家不妨看，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我们小的时候，从我小学记事，从我小学4年级吧，学中国历史，老师讲到汉代4个字，封建专制，无处可谈，不谈。讲魏晋南北朝4个字，黑暗时代。这两段是空白呀，到初中也是，到高中也是，甚至于到我上大学，在文化学院不是，中国通识老师还是这样。等到我研究中国哲学史，哎呀，发觉我的天哪，从哲学史的角度切入，汉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除了是一个英无耻记，它是个英雄的时代，是个天才的时代呀。不止如此，从各个哲学上提出了宇宙论，将人提升到和物质和上帝天地人三才平等。我把这个天暂时解释上，才就是元素嘛。世界的构成，宇宙的构成，是天地人三种基本元素所构成，人是其中的元素之一。一个崭新的、人能参与的有机世界，等到在弄中国艺术史，啊，看到了那个汉代的那个艺术的创造，包括壁画，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欢乐我民的快乐史。然后我再仔细的去。就我所能所接触到的去再去看，啊，那些老师全是狗屎。所以后来我到处听老师们讲课，然后认定几位老师是我的老师，他们都具有创造。
至少跳脱出刻板的近代的学术思潮，包括的角度，有三个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大学，没有一个是应试教育，所以他们都不受限制，包括讲和学的应试老师。孩子初中毕业，了不起高中师范读了两年了，地方的高中师范，所以没有受现代学术的影响，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思辨去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上这个课，千万不要只是，当然也可以只是自我进德修业，可是也是焉不知你们将来，就是掀开了藏污纳垢的力量，然后使这个环境焕然一新。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我还遇到很多老师同学的时候，一遍教过一遍骂，现在才知道他就没有很懂。那你是大学毕业生？建筑去教书的时候，也发现好多老师一面教的教的意思，教弄的一面骂的，一面骂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整个中国人自身的觉醒，大陆还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是现在这个范围，他的名校最有名的北大、清大、交大这些名校的人文学科当中。大牌的几乎都是纯西化，所以前沿的思想进不了这些学校。前沿的思想虽然哇呀这风靡席卷中国大陆的万里江山，都是咱二线三线学生，如果就学校以及民间学术社，这些学校的大牌教授和前天所说的非语非学术话语，不是学术话语，个人感想，充满了情感与价值观，自我的价值观，还有一个北大的文学领袖，文章呢，写文章 YouTube 也找不到，或者忘了在哪里可以找，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前天他活得太久太老，所以他后来大半的学术都是自我老人的 murmuring， 所以还得有时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回过头看，大陆上那个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有一个叫做张维维，他带领了几个学者，我很吃惊，因为复旦大学基本上就是汉奸大学，工科工理工科出来的，我说的是人文科，
们看他的领军者性质叫什么？什么？可造化。你去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大。现在像神一样在那里，那是神呢。可是他们属于不敢拿去，但是好像是独立领军者，好像还是个人叫张维维，大家去查，谈传统文化不多，但是每一句都懂，都看。谈西方的文化的问题，每一个都掌握，是在现实性上，每一个都清清楚楚。他代表，他带了一批五六四五人，讲政治，讲经济，讲文化，讲宗教。所以从一个社会国家希望不被侵略一定到四分五裂，要把散掉的人心重新聚拢，这个工程就很大。这是一个心理的工程，人类心理的工程。如果西方人不是侵略性，不是毁灭性，他是传统中国的共生共有的、共享共尊的，那也就算了。就放到平，交给时间慢慢发展，慢慢酝酿成熟。但是问题是，他们从十六世纪看到中国的腐烂。然后到今天，他要消灭它，蹂躏它，破坏它。那这个叫做古人自救。如果按照国家的说法，整个近代的中国从吴师之以来告诉我们中国有多难，大概都要下十二十年。因为他是有意识去毁坏一群生命，他不是有意识去毁坏亿万分，
所以等我弄清楚大约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为田先生的关门弟子，爱心人，我真的是关门，不一定是遗传，但是是关门。今天到最后的去世，我都在想，然后送他陪葬到他的故乡，等等。那么这个还其次，这是私人的生活上的一些事件，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整个中国近代百年来就他一个人在弘法，对他的大弟子余英时先生就说，我的老师只是替故国，他一生只是替故国招魂，故国都已亡了，在殷实眼中，中国已经亡了，还是他公开讲的，因为我看到有朋友们好像有点吃惊，你去看他的文章，招魂，跟深刻无意义之举。田先生一辈子做最无意义的事情，大家不看懂他的文章中的所隐藏的他，所以在这样的语言的解释中，我们对自身的先人。也是我们现在来公用，你看真是有大志，真是有大志，我们再来看中树为导演，所以孝悌中树，这个在人的中庸之道，这句话啊，孝悌中树，在人的中庸之道，就是宇宙整个宇宙在人的展现的规律，这个意思。
然规律在人生所显现的宇宙自然规律。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宇宙与道德律是合一的，这个观念特别提出给朋友，也就是说明西方哲学康德他所说是哲学不可磨灭的研究对象与真理。这是他十九世纪的时候，18、19世纪之间的嘛。所以现在的台湾的俄乌宣判。学派开三思，活动三先生，就以康德的这个说法，那么建立了他的俄乌学派。因为他也是针对西方我中山先生也是针对西方否定中国有哲学知识，以致中国学者也因此否定中国传统学识，而说那么这也就是中国哲学一是道德学
就是道德学，但是它是科学。但它是哲学，但它是中国哲学。但它是中国哲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学术很早几千年前一路发展，那现在必须靠康德在十九世纪初所提出的这个观点才能传递。所以他的这个学说在目前虽然他的门徒很努力的推动，每年都在大陆举办他的学术研讨会，但是大家在这方面仍然觉得那还是在西方的哲学前提下所谈。那么像钱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其实是中国哲学史，但是他就说，如果哲学是西方特有的学术名词，那我不要，我们就用思想，没有哲学，我没有思想。哲学只是西方特有的一个学术名词，它有它的特定内涵。就因为它的特定内涵，它无法涵盖人类思想，当然就。所以他写中国哲学史，他就用中国思想史来代替。所以这就促成了我跟你们说的，中国是文学，根本从人类的学术思想、文化前提。重新在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也或就是物学、神学三大思想的发展，跟中国式人学，所以这是非常有创建的。那么以人作为真理的主体，如同西方以物为真理的主体，以人为哲学的前提，就如同西方以物为哲学的前提，或者以神为哲学的前提，是同样的，但是发展出来的内涵、包含逻辑，就不同于西方的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以至于辩证逻辑，它是以人的生理逻辑，因为西方也不能否定人的生理逻辑啊。整个医学的基础是在生理逻辑的基础上。然后心理逻辑，然后情感逻辑，然后整体的生命逻辑，
所以我在讲经典的时候会把这个逻辑都抽出来，还来不及写概论，人学的概论，因为先把经典注解出来，不然大家不会读经典，大陆一个会读经典的都没有，他们就是字词考据嘛。那一般的文字解释或者翻译，它的意义性出来没有，已经因为丧失了。跟钱先生就是能得其意义性，非常重要。新觉罗玉宇先生也讲玉宇心，可是他不是学者，所以他没有足够清楚的意识去理解他有的时候说的是意义，他只强调的是我自我体会，那就留一个人了。先生不标榜意义，他说意义就在文字之间，自己去读，那是读书人的功课。玉顺老法师，他所要努力的也是去呈现佛教经典中的意义。它不是规范，现在佛经都讲成规范去了。弄成了神通，那印顺老和尚就担心这个，所以他一生努力，拼命爬书，把它打打经写成标准，他把它要写第一集标准，第二集要引起，第三集要引起，后来第一集写完就写了，所以他这一生挂着，放任不下，所以到了九十几、一百岁还有画的拼命照出来。大家问他，如果有就近，意思就说你怎么还不走，还在挨那些痛苦，到底有没有就近？啊，不是那嘛，就是不告诉我们吧，他前头一直演。你不说我们怎么修啊？他就睁开眼睛，笑眯眯的看看大家，有究竟？那你怎么还这样子霸道去送我呢？我心还有钱，大家都不想我一个老和尚欠老婆啊，他这一生什么都没有，他不组织庙，没有割业的粮食，也没有割。没有多余的衣服，那就是每个人做出计划给一些施主，我今年要做完哪几部经，我大约什么样的时间需要多少的经费，以至于到出版，我大家支持他们去尽管努力，那还有什么牵挂，其实就是这个，这是他们他在很大太子所告诉我他的钱，他是所有权力以赴，什么都不做，就是要让人能读懂佛经经典中的意义，所以我讲《金刚经》讲了五年还没讲完，才讲第二十一章，我都急死了，我自己急死了。因为义理啊，深入人心，
深入人心，然后不只是因外表的现象的呈现，而且通信到内在心、内在心灵层次的洗涤和调整。好，今天。到这里冒号啊，所以下面才会说失诸己而不愿，亦勿失于人。那么中枢之道最基本的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就是根据自身的体验，注意，这就是根据自身的体验。中国经典的真理性是以自身的体验出发，自身的生命，自身的体验出发，我在这里加生命两个字，因为它可深可浅，但是一定是从自身体验出发。所以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了一辈子课，你能用最简单的一个字概括你的学识？你所说的学识，我就是八个字：自我体验，然后就是自我觉醒。是来自经典，不是来自我自己加上去的。失诸己，这个失就是加，当别人加一些东西到我的身上，诸就是于，加于己，我不舒服，我不想要接受，不愿意就是不舒服而不想要接受。义务施予人，我们就不要。注意，我们近代的解释，我们就不要把我们不想要的加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个不够完整，我们就不要将别人不想要的加在别人身上。他所触碰的是人的每一个人的底线，是不止而不愿，我只加上来，我如果接受，就不再是我自己。所以我不要，我不愿接受。同样，我了解了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我不干涉别人生命的底线、生存的底线、生命的底线。所以下面君子之道四是另做一个，这每一章都可以扔很多啊。扔到这里是第二章的结束，下面的第三章。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哎，姐，我是想分享一个想法，你要分享就我先听。啊，这个
配合大家修。老师，你可以骂我，是不是不够多？我感觉这个是刚刚说，我以为是大家是到那个人类简史的那个作用。人类简史。啊，人类简史。就那个以色列人。我感觉他的书当中对全世界影响很大。他有一次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写那么多书，是因为他自己去了一次内观之后，才体验到说生命的真相。很多灵感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学习的时候，然后我在提到的金哥，实际上我们在修行，自己是比较走修行的路上。我们在修行界里面提到的金哥，到的金总的解释为，修行人在生命中的探索，所看到的那个人跟天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以借着这两个故事呢，我想问的是说，西方人的哲学家，他们，然后我也知道东方的圣人呢，大部分都有内观，或是说冥想，深度禅，可能更加禅定，因为禅定是佛法传记来做的，就是往生命的内部去走，走得越深的话。Okay, 我想说的是，东方的智慧呢，很多的学问实际上并不是来自头脑思考，而是来自于你很深的禅定之后，我们称为下来，就是来自于天地的一些能量，然后进来之后，在大陆呢，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来自于高维空间，这个学术里面就。我们现在活在的是三维空间，三维空间加一个维度就是四维空间。四维空间就是我们看在时间的，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先梦到小时候，我们也可以梦到未来，就是在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六维空间、更高维的空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所以像灵界啊等等，现在的那个李博士他有说的证明。就是灵性科学里面也证明这个东西的存在。那我想说的是，东方的智慧实际上是来自于人往内在走更深的禅定之后，去看到那个高维空间。所以我们谈的很多的东西呢，看起来很玄，可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他们如果需要发展用头脑去思考，以及想用实验去验证的话，这些东西他们观察得到。所以两边的世界呢，探索世界真理的方法论实际上跟所用的工具一样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也是造成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种两边对于世界真理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个在最新的量子力学之后，最近大家知道那个今年的诺贝尔奖，是真正的认可了什么量子力学发现的这些事。而在量子力学里面呢，他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宇宙的真相最底层一开始就是以波形式存在的能量，也就是刚刚老师说的《道德经》里面讲的能量，天地之始。因为在波形式的时候，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认为世界是无的。可是当观察者介入的时候，有人的意识介入的时候，无能量会变成有形的粒子，这就是著名的波粒的讲。以及所谓观察的效应，所以通过这个呢，宇宙就有从原来的无，经由意识介入之后变成有，所以这也就是名为天地之始有的万物之母。所以现在的量子力学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所以当我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发现西方的最先进的量子科学家都一定会读到的书，都一定会赞颂说。我们在科学家里面研究半天，最后发现，在东方的智慧呢，老早已经把它讲清楚了。有几个科学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大家再说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所以量子科学呢，就可以把东方原来西方人或西方的这些科学家，透过头脑的思考，透过实验的验证，所追求真理的方式跟
我们东方的这种透过跟天地的连接，跟生命内在内观的探索，就这两个，原来一个是认为心机的，一个认为是玄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我的这个认识跟理解，我当然没有老师有这么多的经典，但是呢，透过这个理解之后，我觉得21世纪的我们呢，我们重新再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否能够用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去找到一个人类更适合人类整体的一个思想架构，而不再是西方跟东方的这个对峙，因为两个完全是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是呢，现代新的量子物理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共同的科学，用科学的语境也好，或是用一个新的思想的架构也好，找到21世纪人类的新的思想的，这个是我一个点。大胆以及初步的一个想法，这个老师今晚做的一个讲座，我祝福他。我祝福，因为真正的哲学是人类深层的思考和反省，所以没有什么绝对不行，但是也谈不上绝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前所前强调的其实还是站在西方的观点，一切认知在外，可是中国一切认知在内，它是要开展人的能力，量子力学怎么发现不就是人，但这几个科学家本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对他们这些知识的探求，学术的钻研，物理性的这份理解是怎么做到，是应该先去了解的，而不是只就他们现在诺贝尔奖得了我们就说这就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认知，这第一个。中庸刚才说整个的大政，这个政不一定就是政治，整个的大政包括文化政策，包括这一切都是针对人的，人有的知识程度低，有的智慧程度高，所谓钝根之人，可是大家都可以得，难道要他们去做3维、4度、4维、5度、6维、7度，哦，这我乱讲，然后才能够知道真理。这是我们高智慧者开展了他的思路，看到了更深层的宇宙结构，可是一般人一切从内观，自觉就是内观之一呀，但是现在的内观比较偏，我发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站在一般生物学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凡动物之观之事。都是单线直视，
为什么？因为为了快速，除了是自然力，他所受到的自然力，然后在生存上，他是可以快速。取得认识目标，然后取得收获，然后完成生存的需要。人不只是内观，而是在自觉的前提下，从内观到环视，人生讲内观很容易忽视凡是宇宙虚人世界，然后再回归自我认识、自我体验，然后深入自我之所以为我的宇宙意识之中，真正的内观必须包含这一切，不是只有一种目前宗教性的某种修行。或者达成某一种智力的开发，而如此一认识的层次，一自我认识的层次，然后各自为人，各自做人，然后向中庸之道前进。向中庸之道前进。然后大家互相自己可以有的智慧，
有此智慧，而开展了幸福人生。无需有一个平均值，然后绝对满足。所以人治人，改而己，就是自我调整。所以《金刚经》才说有人眼。人各具有眼，重要是开启这些人的眼。能从量子力学进入到五维度，看到崭新宇宙，那就快到毁了。但不是人人都可，所以儒家不同于国家的地方，就是说每一个人个人自由。其实国家也是，但是国家把不上正本正觉那个佛也树立到最高，为人生最高目标，那还是有一个外在的。但是儒家就是我们觉得是，所以为什么读经典的重要性在这里？而不是套出一个方法就好。那为什么得有人讲经典？其实我到处讲经典，只要有人要讲就去，就是故事就有一个人将来。那么所谓的传道，其实是从这里说起的。对，跟西方的科学方法论，然后大家都可以这么去做。等等，看起来他们很简便，好像一下子可以根据这个让大家都知道。可是你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它还是有它的。不完整性，可是在传道中，在讲解经典中，把基本的经典的意思传达，然后让大家能够读，然后中心宗旨不丧失，就像说的正在儒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遗漏任何一点。当然，这也是一个只是这个影响，在儒家早期认为这样才有可能性，才有爱。不是知识的爱，是人的爱。你家的慈悲在这里，这么此外，最后，当我们在讲宇宙律，在讲量子，在讲这个，在讲
很容易就忽略了情，人的情。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知，那人的复杂性就在于人有情。如何不忽略这个情？那么读经典就各自有体会，就如同士兵和两个人，那个人是谁？人家的一个所以古人讲读经典，就是我们暖成经典，他的意思就在这。洪先生提出的很好，我也预足一定做到，但是做到一定是聪明。那么不要忽略了，除了聪明人可以吗？是乱传，所谓传道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等待智慧的。这是我的看法，没有责备哦。你们不要又像小孩子一样说老师在责备你，老师不同意就是责备。不同意，但是我从我所看到的，从我所看到的，还有第二道问，这一题。这是共同讲堂，所以要讲大家不要见面。我非常可以接受老师所讲的，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学术是一种生命的体验。那所以这种体验，我觉得应该是对于现实物质性或是物质性东西的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位同学所提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量子力学的这些发展，我觉得是对物质性物理性理解能力，我觉得特别强的人他可能不知道到达那个科学层次。而研究出量子，像台大那个李教授研究那个气研究收集，我觉得要有那种物质上面的物理层次的一个理解能力才有办法做到。可是对一般凡夫俗来说，我们需要像老师这样的一个经典大师给我们开始，或是佛家说的开那种佛对于一个众生的一个智慧开始。那我想到刚才同学讲的说，东西方可以理解彼此的对峙，那我想到的是说，东西方今天的对峙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合作，不是中国人要跟他们对峙。我觉得中国人不管今天在台湾，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或是大陆接受了马列主义、什么共产主义，可是其实都没有谁想要做世界的老大。可是现在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他的老大地位被挑战，所以他要打压你的崛起，他一看你要超过他，所以这个对峙是西方引起的。那我觉得中国其实只是在被让当中，可是退到现在是退无可退。那所以我觉得，那现在我觉得共产党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也要不断强化我们的不管是军事、国防、经济各方面的能力以及能量的聚集，才能够跟西方对抗。这个对抗是什么？避免被侵略，避免被破坏。所以他不是要去侵略对方，也不是要去抢对方的龙头地位，可是对方怕了。所以今天东西方的对峙，是因为西方不了解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这种怎么样？说老二哲学吧，我们没有要做老大，可是他们让你做老二都不行，因为你太先进他们。
那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人类可以到达老师刚说的那种，您所期待那个东西的一个融合共享一个幸福，我觉得起码还要100年吧。也就是西方，他透过他自己无法遏制的衰落，渐渐的了解到中国人也要解决他们，然后他们渐渐来了解中国人的智慧，接纳我们这种东方包容的哲学，那么渐渐的。他们可以放弃他们的一个，我觉得历来的一种霸道思维吧，接受我们一个王道、幸福归王的一种方向取向。人类，我觉得像习近平提出的人类运动，其实就是不在于王道思想，王者就是天下人众心归王的方向。那如果他们可以理解到这一点，理解到中国人对西方没有经验，那么也许东西方这个时候就会共同推向一个人类共同的幸福。很谢谢。我要补充的是，所谓的自我体验不单纯是一个物质在物质性上的体验，和精神的提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西的对峙。的确不是中国要去跟西方对峙，它是自然不同。那么在西方自我的300年来的机械文明中，机械的物质文明，机械的物质文明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那么尤其18世纪19世纪以至于到20世纪50年代，这是他们最盛的时期。那么其成就就是借着机械力将宇宙自然中的力量集中，然后代替人力，这是划时代，这是人类以来所没有的。传统中国在汉代还发展，战国也还发展这个部分，可是汉以后接受
庄子的思想，不要过度在机械力的发展中让资本家过度集中资本，然后造成社会的局。所以透过原铁论呢，透过好的讨论，取消了此后强调在人力的集中，用这个去分散社会财力的过度集中。可是在西方，他运用宇宙的力量，用机械集中了宇宙自然力量代替人力，然后造就了物质文明的最高成就，盈利于行。也因此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最大的势力，甚至于统领了全世界。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从他自身的立场、他自身的体验去理解别人，再加上他的传统文化，从苏美开始吧，或者苏美不算，苏美是被人家消灭的，从阿卡德吧，消灭了苏美，苏美到今天一个人也没有，亚述消灭了阿卡德，阿卡德人到今天也没有。巴比伦消灭了亚述，亚述到今天也不见了。基本上古希腊，哪怕古希腊的崛起，他们都是一个消灭一个。这是他们的文化经验，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跟人并存。所以刚刚他们知道郭老师提出一百年也可能还是一点半，所以我才提出，其实我是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在讲经典，在讲这些。我从知识方法论分出，以西方的知识方法论分出西方是一部作为真理的主体，作为知识探讨的对象所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此外，探讨生命何以被创造，宇宙何以要存在，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的神学论，它也有神学的知识方法论，都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只是我在跟你们讲的时候，你没有必要讲这个。大家去看看他们学者的整理。然而，今天我在建立提供你们的，是从人的这个前提里所建立的知识方法。这样，西方的比较开阔的知识分子或者这些研究者，可能才容易进到那个世界。我同样用这个态度去讲老子，所以我不从道教，洪先生所强调的是道教的系统讲老子，我从纯粹智慧，人的智力可以达成的那个最高的去讲。所以老子是一本被全世界公认为最好、最具抽象性智慧的哲学书籍。道教偏重个人的，或说内观吧，
靠自我修复，自我修复，它是个体性的。然而老子却是呈现了人类在智力上的最大的变化。我同样这个讲中也讲中也讲中，所以我拼命的在讲，其实就是这样。今天幸亏洪先生来，让我有机会再跟你们补充我到底在干嘛。你们还以为我为了讲述开心吗？累死了。那只是我前些天去世以后，奉前世母之命，带着国学社到处跑，跑到第二十年大学，全中国没有人在讲这个意义，我才来讲，我才觉得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讲出去。我本来是个耍闲人。我自学完选择教书，教完书我就回家做我自己的事，读我自己的书去。因为学校的工作在学校做完，那后来天哪，整个华人地区中国最好的精髓意义之学，没一个没有一个人学。那么居然爱新觉罗·云仙去世，他总会说到一些，可是现有的继承者在讲这方面的时候都不说，没有听到这个，我把记笔记的也没有记到这个。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做算线。那刚才我们跟人说，你不这样做，你不做图表，你不这样做，那年龄有限啊。是是是，我就是觉得自己觉悟的太晚，所以拼命现在拼命，甚至还有力气拼命，然后就把几本大经典讲完。所以为什么科学趋势要我讲《金刚经》，我立刻来，因为《金刚经》是佛教的大经啊，最大的最自身的大圣佛学，以此为基础。无论天台华严，没有金刚，没有天台，没有华严。所以讲了五年没讲完，我现在都努力讲了，赶快讲。因为不可能再讲第二遍，一年龄。而这些经典就像庄子一样，就像老子一样，他不像解释一个拧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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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一个一个的拆解，然后你来看得见。到底把宇宙跟人生的奥秘如何藏在中间，然后让后人去。然后不同的时代都出不同的认知，这就是中国经典的奥秘。就还是
剩两分钟，来，我们再讲，争取时间。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施诸己而不愿以物施诸人，所以下面另做一段，作为一个高度的自觉者，尤其作为一个领导者，注意要加一个领导，他有思想自我审视，四个项目，他有四个项目自我审视，如果就我孔某人个人而言，注意就孔某人个人而言，修好这是孔子的自称嘛，我其实一样都还没做到，所以从这里来讲，那个君子我就解作还做领导人，中庸中的君子他是包含领导人，读到后面大家就知道了。所求乎子以四父，我们希望做儿女的在能意识到父母的生命之爱，意识到父母对我们的生命之爱，以此回馈父母，照顾父母，其实就我而言我都没有做到，所求不成，所以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君子基本上是指领导者，我们要求臣子能够全心全意来为国家做事，是君的君者群义啊，君的基本意思是群体的群，就是指社会，来为国家社会做事，全力以赴为社会国家做事，这个全力以赴就是消除了个人的，按照韩非子的讲法，纯然个人观点出发的，不同于公的，不同于公共。是标榜我与众不同，
这是我特殊的天赋，只有我才能。这一个纯然个人，那么范围延伸，这是生物性的自然表现。生物性的活着就是展现个体性，这是展现个体性。证明自己的存在，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价值。儒家心理学，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很高兴。台湾被公认最好的，为台湾建立了台湾本地心理学学派，可以面对世界。那个心理学家叫什么？叫厉害叫什么？前三年吧，台湾。做主，台湾心理学协会做主，邀请全世界的心理学家来台湾开世界心理学大会。那么他第一个负责出具报告。那么以台湾本地在地所发展建立的心理学作为大会的主题，也代表台湾。讲完之后。与会的全世界的心理学家拍档15分钟，肯定他的成就，因为现在 西方整个世界，尤其西方的心理学也是进入瓶颈，西方学术目前是进入瓶颈，所以他以台湾为在地建立的心理学派，提出了人的心理学的新的基础。说我的名字被他提出15次，他说他所有的想法就是来自于我说的生命哲学。对于我说他不是来夸奖自己，也不是来说我说的这个学说绝对成功，不是不是，我还是说的蛮粗糙的。重要的是，就是儒家所谈的是儒家心理学的一种思维，近视路、凡思路，还有宋明理学里的许那几位大师傅，或者还有其他的。所以所做的笔记都是就人的心理学，然后背后是人的启迪，再背后是人的欲望。你怎么调整？怎么不受自我本能的约束？让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所以我才介绍那本《绑架本能的结构论》这本书。
家，我有没有介绍给大家？人本身从生存，从动物的生存前提，人基本上仍然依本能面对生存和生活。所以现在的西方的学术心理学帮着商业利益的大臣常常设计针对人的本能而设计出各种宣传。昨天一哦，我听说这个骚狗人满为患的强迫症。还有爱情结了，恋人结了，这个结哪个结？包括人对知识的学习都被设计。比如啊，这个诺贝尔奖要到台湾来，还要讲一个最新的题目。参加者每一个人交100、100，你看，马上买，马上买。他是什么？这一个作者是哈佛大学动物行为学派的一个叫哪一个教导的哈佛教授。人如何摆脱这种本能的绑架？唯一的就是什么？大家猜猜看，如何发展自己的脑部，通过自主，这是唯一有效的一个方式。这些设计和这些，所以我赶快就介绍给你。一方面是让大家能够不被绑架，一光问别人不会去抢购。二方面呢，就是也说明从旁来证明儒家所谈的生命哲学。我们在今天可以透过科学的实证来证明它是有效果。所求不易，师兄要求地狱，对吗？对哥哥的爱，这方面都能做到。所求无老有先师尊，希望能够真正成为知己好朋友。我先要将自己的一切去帮助他，这些我都没有做到。而在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人，是借着这思想检视自己对人的理解，这是回应前面人是人感而止。君子以仁治人，感而止。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可忽略对人性、人心、人情的了解。就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对人性、人心、人情的了解。他在这里提出，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
政治领导者的先决，一个好的民主先决条件。所以来，好，皇帝不说是民主主义这个民，民在哪里？民在这里。那当然，你说做做得到，怎么可能做到？中国皇帝没几个做到，或者根本没人做到，那也是事实。或他提出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如果你说，哎呦，我们以前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哎呦，没有人做到的，你讲这个干嘛？这都太失落。那西方上帝从来没有做到，西方上帝还信他这样，你说我们去拿西方的为什么要信他？他像一个灯，在黑暗大荒地中有指引性，就是人性可达到的照顾。以前孔子说自己，这个说是孔子自己，不对，他说的是人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已经16分钟了，抱歉，谢谢。